大家早啊，今天是12月1号礼拜五，那我现在人在台北市广州街龙山寺附近的剥皮寮历史街区。那今天等一下马上就有一个活动在这边要开始哈，叫做梦行西城特展的开幕仪式。那这个特展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年的10月底啊，蛮长的一段时间哈，将近一年哈，总共11个月的时间。好，那我们先进去里面哈，等一下开幕仪式就要开始了。那邀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的特展的开幕仪式，以及接下来还会有一个导览的活动。啊，这个原子小金刚越来越不清楚了。记得那时候剥皮寮历史街区刚好开启用的时候，这个墙上的画都还蛮清晰啊。随着岁月的流逝啊，这些画已经几乎都看不清楚了。等一下应该还会有一些表演啊。看待有这个舞狮团在 stand by。 好，我们还进去，这边是活动的接待区，媒体前到处。OK， 好，了解，谢谢。
看到庄永明老师，开幕典礼原定是11点开始哈，那现在好像会延后几分钟，哦，等一下开始我就进去里面。不好意思，这边是这是工作室。我刚刚有放一个东西。哦，不好意思，有放一个包包在上面。真的吗？对不起，那我的是这个吗？应该是那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会。好，各位现场嘉宾，大家早安，请大家呢准备进速，就坐我们的开幕展览的这个开幕仪式呢，马上就要在2分钟之内要开始了，请大家先行配合，帮我们把您的手机转为是震动或是静音，以利于稍后我们节目的进行。谢谢大家。好，开幕典礼将要开始。
欢迎大家哦，也麻烦大家帮我把目前我现在这个直播分享出去，哦，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可以看到。那接下来会有蛮精彩的一个表演内容，还会有这次特展的导览，哦，内容十分的丰富，啊，也蛮珍贵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把这段直播分享出去，哦，分享到你的 FB 涂鸦墙上，那这样子就可以有更多的朋友知道现在有这个直播正在进行，那我们就可以来看，谢谢。谢谢你的分享。我们来看一下哦，现在这个展场，目前的活动是在剥皮寮历史街区的这个算是古迹哈，哦，的这个老房子里面，所以其实它的整个的屋顶啊，哦，也是很有可看性的。开幕典礼即将要开始了，谢谢各位的耐心等候。这里是在龙山寺附近啊，台北市广州街跟康定路口，的东侧，然后就是老松国小的旁边啊。那现在这一区是定名为剥皮寮历史街区，之前有不少电影哈，像是《猛甲》都有在这里拍摄，那这里还蛮值得一逛的。开始了。好的，各位长官、各位嘉宾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谢谢大家呢，今天特别来参加我们梦行西城的展览开幕典礼哦。今天外头呢，老天爷很赏脸，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天气。刚才早上有点飘小雨，但是现在呢，外面天气已经放晴了。那待会我们整个活动呢，可以顺利的进行哦。首先呢，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参加我们今天的开幕典礼。那大家知道这个梦行西城特展，其实呢，大家所在这个地方，台北的西城呢，其实是台北西区万华的所在地哦。那其实它属于大家知道，属于台北盆地非常早非常早就开始开发的地方，那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深厚文化记忆脉络底蕴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透过整个在现场的文物的原件以及在线的展示呢，要带着大家一一的娓娓道来，也就是从这个清朝蒙甲时期一直到日本时代，这个台北市的三市街的整合，到西门町的异军突起，一直到现在呢，战后的中华商场的破化，到现在整个台北市呢，对于整个西区门户的重新的规划的展望，都可以在今天我们的展览当中可以看得到。那我们今天梦行西城的特展呢，其实是第一次哦，从这个开发的角度来书写历史，要带着大家呢来一一的看这个我们过去庶民文化的整个展现，让大家这个当初的文化历史非常完整的被保留下来。大家在今天的展览当中也可以非常清楚的都可以一一的看得到，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西城这个地方整个开发的历史脉络。那这样丰沛的成果呢，当然在现场有非常多长官非常多贵宾的支持哦。那在这边呢，我们一一为大家来介绍各位重要的贵宾。首先欢迎到的是台北市的副市长陈景俊副市长，好，欢迎副市长。接下来欢迎到的是台北市文化局的钟永峰局长，局长好。好，谢谢局长。接下来欢迎到的是台北市立文献馆的馆长詹素贞馆长好，欢迎馆长。接下来
位呢是台北市立文献馆的文献委员庄永明，庄委员好，委员早。接下来欢迎到的是中央研究院台史所的研究员黄富三，黄老师，大家好，他也是我们这次的展场顾问。那接下来欢迎到的是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的馆主任翁志聪主任，志聪主任稍后会到场。那我们接下来会到的是外交部的专门委员黄玉峰，黄委员，委员好。接下来掌声欢迎到的是彰方大慈善基金会的董事长张立德，董事长好，欢迎董事长。接下来欢迎到的是彰方大慈善事业基金会的特别助理张武郎先生，你好。欢迎到的是开南商工前校长林本博，校长好。校长欢迎您。接下来欢迎到的是台北市艋舺龙山寺的副董事长黄书伟，副董事长好，晚安。欢迎到的是台北228纪念馆的馆长肖明志，馆长好，馆长早。欢迎到的是万华区福音里的里长王文图，里长好。接下来欢迎到的是台北市立文化基金会副执行长杨淑玲，副执行长早，以及台北电影节的总监沈可尚先生，总监好。文献会前执行秘书叶胜龙先生，早安，你好。好，接下来继续掌声欢迎到的是老松国小的校长林明柱校长，我们校长待会会到场哦。那继续欢迎到的是纯粹创意公司的总经理孙玉丽，总经理早。欢迎到纯粹创意公司的企划副总经理陈世哲，副总早。好，副总早。接下来欢迎到的是中泰建设也是新福地文化市场的资深专员杨文昌先生，好，掌声欢迎到的是莺歌圆明堂的负责人洪竹林，你好，以及我们文史工作者张哲生先生，张老师早。欢迎到台北艺术大学电影创作学系的助理教授张敏轩，张教授稍后我们会到场哦。接下来欢迎到的是新庄社区大学的讲师薛淑芬，薛老师好，老师早安。好，欢迎到的是福记汉药房的负责人谢福松先生，谢先生早。欢迎到的是大可居青年旅馆的代表辛炳勋先生，辛先生早。以及欢迎到的是万华社区大学的副校长张静姿，副校长早。我们再次感谢所有的嘉宾今天这么热情的参与来到我们这个今天开幕典礼的现场。那紧接着呢，我们要邀请几位贵宾上台致辞哦。我们首先邀请到的就是我们台北市立文献馆的馆长詹素珍，詹馆长为我们上台说几句话，我们掌声欢迎馆长。副市长、局长，我们黄老师、庄老师，还有各位现场在座的各位前辈啊，各位先生、各位女士，还有我们后面非常多的关心我们文化发展的各位青年朋友们，大家早安，早安，馆长早。今天呢是我们文献馆啊，依着我们局长的指示，因为局长在今年四月的时候就交代文献馆要在我们剥皮寮这个地方来办一档展览。那这样的展览呢，那当时并没有给我们做很多的设定，那么他期待我们文献馆能够把历史说出来，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个剥皮寮这个地方重现风华。那么我们在局长这样的指示之下呢，我们就开始有了经费，也谢谢副市长的支持，我们文献馆在这个地方有了经费，接下来就开始发展我们对这个展览的论述。那这个展览基本上我们希望诉说的不只是一个单单纯纯的一个地方上的一个人地史诗物而已，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文化的这个脉络、历史的传承来说明整个的台北的这个发展的历史当中，从过去的300年来能够有一条线，有一个主轴，然后让大家来清清楚楚地了解我们所在地的一个历史的发展。但是要述说这么庞大的历史其实是不容易的，而且是繁杂的，所以怎么样让大家在看展当中能够
愿意去亲近我们的历史，去了解我们的历史，这又是另外一件重要的课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非常高兴，就是跟我们一起合作的主点啊的钟先生，跟他所带领的团队，这一群团队年轻人很有热忱，很有历史的概念，那么他们很愿意去重新去了解我们，解读我们过去的历史，然后以他们专业的展览的手法，还有他们专业的这个文案的表达的方式，来重新诉说一个离我们非常遥远的这个年代的历史故事。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这个展览即将在稍后会正式的展开。那我在这里呢，也代表文献馆要感谢非常多在这个筹备的期间当中，这个支持我们的很多的单位啊，包括我们龙山寺，非常谢谢龙山寺董事长这边哈，还有副董事长这边为我们大力的协助。那龙山寺除了这个观音普渡慈航之外，就算是龙山寺的一个小建筑、小构件，也说明了非常多的故事。那么非常谢谢董事长，还有我们的这个今天还有很多在场的单位，包括省立博物馆国家图书馆还有我们外交部还有台铁公司非常多的单位提供了他们非常精彩的原物来到我们现场。那其中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300年前开发整个台北市的一个台北地区当时叫艋舺地区，就是在300多年前开发台北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件，陈赖张垦号。那陈赖张垦号呢，今天也非常谢谢张方大基金会尤其是董事长张董事长先生今天也来到现场，那么他非常坦然的提供文献馆来制作这样子的一个展览的这个内容所以待会大家到现场可以看到这个陈赖张垦号的的这个样貌那因为陈赖张垦号的价值等同国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契约文件那大家在看到这样的契约文件的时候，可以想象张方大基金会他们是如何保存过去的这个先人重要的资产，然后可以传流到后世，为我们今天在见证文化历史发展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例证这是非常谢谢这个董事长的开门提供。好，那今天呢这个时间也非常有限，不然不敢在这个地方打扰太多，那我们就谢谢各位长官的莅临支持，谢谢各位。谢谢，我们再一次谢谢文献馆的詹素珍詹馆长。的确像刚才馆长讲的，一个展览的要促成的确非常的不容易，尤其在艋舺这个地方有这么丰富的文史积累，其实要把它集合成，要把这个故事说得完整，真的需要很多单位的一起互相配合跟支持。那我们接下来呢，邀请上台的是我们台北市的副市长陈景俊陈副市长，为我们上台说几句话，我们掌声欢迎副市长。詹馆长，还有周局长，还有各位贵宾，各位文学界的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副市长早。真的，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我们那么好的一个文学家以及文化历史工作者共同来见证我们今天《木行西城》特展。的一个说故事的一个，把台北同地它的历史渊源，把它严格发展，把它用图片以及文字来把它叙述出来。一个城市的一个发展，并不是只有高楼大厦或者它的轨道的一个多型，应该要有更多的历史文化能够丰富它，而且变成这个城市发展最基础的一个底蕴。我们台北市政府就是要扮演这个角色。台北市政府在这几年当中呢，不断地把台北市的历史文化透过所谓的整修，透过古迹的一个重现，希望能够把台北这些历史古城的一些史迹的把它呈现，跟台北市的发展的那并行来推展。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城市它有它丰富的文化跟它的历史性，不能说给那个大的一个建设高楼大厦所挡住所淹埋。台北市在12个行政区有它不同的特色跟它文化历史严格以及它的发展，但是尤其它底蕴最后最丰富的就是属于艋舺万甲这个地区。因为早期不管是从清朝日本时代，这个是所谓的市集，那个商贾共同来这边聚集来做经济文化交络的一个行为，在这边是非常文风鼎盛的一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因为历史的发展而把它淹没掉了，反而要透过一个城市的一个开发发展当中，要把原有的历史的一个脉络要把它开发出来，把它能够给世人能够永远怀念说这个地方是怎么样。所以台北市政府也是基于这个文化历史传承的一个背景当中，我们把台北市把它开发出来，甚至于柯市长也把整个一个台北市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博物园区，包括我们这个地区邦嘎文化，还有城中的新文化运动馆，还有你看那个北投，还有中山等等，总共有五个博化所谓的博物园区，我们一同要把它建立起来。这个显现说，在整个一个城市发展当中，市长不是只有注重硬体建设之外，我们要把丰富具有历史的文化在整个一个城市发展当中共同把它开发出来。希望大家能够把台北城这个历史进步的脉络跟记忆能够深深留下脑海中之外，也能够传承给我们下一代，说我们的祖先如何努力开垦这个城市，使这个城市在共同的理想发展当中呢，能够有所怀念跟留下好一个记忆。再一次祝这一次的展演当中呢，能够非常圆满成功。也谢谢我们一些文学界的一些教授，还有一些我们历史学者的跟我们台北市政府的一个支持跟协助。再一次代表台北市政府，代表柯市长，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谢谢，掌声欢迎，谢谢。谢谢大家说，一府二路三艋舺。副市长也告诉大家了，其实一个历史一个城市的发展呢，其实不在于它有多少高楼大厦，而是这过去的历史脉络你如何完整的保留下来，也让后人呢可以鉴赏出来，知道过去这个城市的整个发展过程了。那从过去的刚才副市长也提到，从过去清朝一直到日本时代到现在这个崎岖门户，其实西城这个地方代表的呢不只是台湾对于国际的一个门户，其实更是呢整个台北盆地整个发展百年下来的历史的发展轨迹。那接下来今天展览很重要的呢，还有我们的展览顾问哦，这一次的展览顾问黄富三老师要我们上台说几句话，我们欢迎黄老师。谢谢各位听众，好，掌声欢迎黄老师。余忠福馆长啊，倒是有点紧张啊，这个团队找我当顾问啊，我说我现在应该是进入顾而不问的阶段，跟勉强参加发现的年轻人的这种创意啊，也值得鼓励啊。基于世代传承的这个观念来说，当然大家都知道，庇护理由是邦嘎啊，但是邦嘎会出现啊，说来啊。也是奇迹啊！大家都知道，台北并不适合人居，四周都是盆地，冬天湿冷，夏天湿热啊。那你说盆地，那比起中南部的那广大的平原，那太小了。但是台北呢，有一样东西，淡水河流域，全台湾啊，只有淡水河啊，还有基隆有一条小河，宜兰溪。它是可以全年通行的，所以它把台北盆地啊，从山区到平地到港口连接成一气，所以我说台北是吸着淡水河的奶水长大，你说对不对？对。因此，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研究一下淡水河以及淡水河畔的古聚落啊，特别是。壮大成今天台北市，我把它叫台北市之母艋舺，应该要让它长久的艋舺啊能够重见光芒。因为我进大学的时候啊，感觉上最落后的就是西区啊，这个大道中那边也没落啊，艋舺那更是代表脏乱的地方，而且原来是台湾最繁荣的地方，居然大家联想到了我啊！你看那个代步里面的，是吧？啊，等到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不读台湾史，哎，我长江
黄河变得很浊，我不知道我家旁好像在关渡，不知道旁边的基隆河淡水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是，长度多长，是吧？那但现在呢，因为乡土教育的发展，终于大家可以重新接地气啊，现在地气很重要啊。谈到这个通假的事情，刚刚讲淡水河是很重要的啊，但是为什么跑到蒙甲这个地方？我们知道河流交汇处啊，在陆路交通兴起之前，河流交通汇集之处，往往就是大都市或者港市的所在地，不管是巴黎、伦敦都如此。那蒙甲因为有大河港西，现在叫大汉西，新店西啊，在这里汇集。那接着呢，有个通往淡水港，它有这么好的优良位置呢，才让台湾那个早期出口的东西是像大清啊、蓝啊，现在大家都忘掉蓝靛。台湾早期生意其实是生产蓝，不是茶，茶也是很晚才发展。还有藤啊、竹啊等等啊，那在这里变成木材集散中心呢、还有一样很重要的那樟木。樟木以前呢、在清代是造船的材料，因为樟木比较不会腐朽。但更重要的是有一样东西叫什么樟脑，那这个东西啊不多，是吧？哎，大家想到樟脑是除虫剂，错。樟脑后来会变得很重要，是因为它是化学工业的很重要的材料，缺它不可。什么？无烟火药，还有我们现在胶片啊，照相机胶片啊，还有以前的 A 胶跟那个唱片等等，它都需要加上这个樟脑啊。我们晓得英国是最大的商行，对不对？可是到后来啊，一八差不多70年80年特别啊，最大的樟脑商反而是德国。为什么？因为德国在统一之后啊，它比较落后啊，有一样工业出来，化学工业。你看传统那些钢铁啊、机械的，但落在英国、法国之后啊，那掌握这新的契机啊，全力发展化学工，发现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产樟脑，一个是台湾，一个是日本。那台湾樟脑特多，所以脑樟变成了由英商转移到德商之手。我讲的有点离题了，我主要谈的是说啊，这个原本啊，是在蒙甲，我后来茶叶兴起之后呢，因为某种原因这个宝顺洋行是设在大稻埕，以至于大稻埕也出来了。那清代台湾第一个出现台北这两个字，专有名词，是1875年牡丹社出现之后设台北府。那府城设在哪里？那不能设在人口聚集的地方啊，它设在一个农田很多的地方，那就是今天所谓的城内府城。那日本人再把它连接起来，30年变成什么？台北市啊。所以我说，是这个。文化是台北市之母啊！我现在比较在意的是说，将来我们怎么样发展？因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啊，一定要有记忆，有文化历史。我常常每一次谈到台湾的古迹啊，我就想到哪一个地方？京都。京都这个地方每年吸引了超过2000万的游客，最近还看到消息说当地人不欢迎游客啊，因为影响到他们生活。那为什么呢？我就想到说，我们的古迹的保存啊，一定要以京都为典范。为什么？你看我们的台北市的古迹啊，这个钟局长也许可以好好考虑一下，全部都是点状的。我当过很多。每次跟他们谈在一起说，这一栋是古迹，那一栋是历史建筑，那一栋不是。比如说宿舍区，你一定要指定要
在保存嘛，哪有说这一栋树那一栋要旁边盖个大楼？那比如我们现在重建光芒，那以前那高架重过那，这个是国家第一古迹，我都不敢带外国人去啊，是吧？所以一定要像京都那样，哎，有整区的观念。但是有一个问题，那国人怎么办？我们经济要不要走下去？要啊，那怎么办？京都，我去京都，第一次去啊还没有，第二次去哇，怎么有一座非常非常大的 shopping mall， 高达30几层，三铁共构，这个新干线、JR 啊、哦，还有地铁，那公共汽车以那为中心的、啊，所以京都人啊比较重要商业活动，大概都跑到这里一次解决啊，除了棺材没有之外都有啊，因此。它可以很完整的保存整个区块，是吧？我当文化局的委员很多年了，几年前才卸任。我一直在谈一件事，就几十年前呢、啊，我们未来要保存古迹，地主都反对嘛，那政府也没有钱啊，然后那个时候已经通过同意一下。但是那个时候正好是比较低潮的时候，所以我就提到说，哎，那你这个车站啊，捷运站上面天空是空的啊，那为什么不能盖呢？某一个委员啊，他说语法不合，我就有点恼，那语法不合为什么不能修啊？哎，冬天到了你不用穿厚一点的衣服吗？要随时要修法嘛。结果大概三年后，我突然听到说有什么共构站出来，可见不是做不到，是我们都不想突破。所以我建议你们，去京都参观一下，看人家如何保存。你这走到那个街道，你仿佛连中国都没有的，仿佛回到唐朝时代。我还看到那个什么日本的 lady 穿着和服，踩着的东西咔咔咔走，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但现在外国人，我讲的时间有点多了。这个淡景西城啊，其实主要是讲淡水河畔的艋舺如何由早期啊只是一个小聚落啊，慢慢啊发展成为一路旅游沙滩岛之后呢，有这个基础像磁铁一样吸引很多人到这里来，然后到了。大稻埕到了艋舺，那现在呢？日本是在结合成为台北市，现在要东区，但是新的不一定就代表旧的非没落不可。古装重新加以化妆啊，比新装还吸引人。京都就是一个点满的，希望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老师。之来古今中外，所有的东西他都观察得很清楚。那相信在这个顾问的引导之下，我想大家对于今天的整个展览其实会更加的期待。那马上呢，我们就要邀请大家了，麻烦大家呢，我们移动您的脚步到外面有非常精彩的表演。稍后呢，要为各位呈现的呢，就是这个万华当地最有名的义安社蓝阳关圣堂龙狮战鼓团的表演。我们请所有的贵宾跟着我们工作人员的脚步呢，慢慢移驾至外国的广场。啊，现在外面有一点飘雨。请各位贵宾再注意一下脚步，我们到廊道这边来观赏我们今天难得的一个开幕演出哦。那麻烦贵宾，我们移动一下脚步，我们请到廊道这边来欣赏由我们万华当地的一个舞狮团带来的演出。精彩的表演要上场了哦，然后欢迎大家帮我把现在这段直播影片分享出去，好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可以看到接下来即将要进行的精彩舞狮表演。好，我现在人在台北市广州街的剥皮寮历史街区。
块呢，第二个叫亮华财团，台北开发的起源这大家都知道。那这个地方呢，保有大量的树林跟海的星球。那在蒙甲的这个历史古城呢，不但保有大家看到的非常旧日的历史建筑，在逐渐逝去而开发的年代里面呢，很多完整的文化也被这个地方被保留下来。接着呢，我们就请目光，请大家把目光移动到我们广场中央义安社舞狮团带来的精彩暖场表演，我们掌声欢迎。We'll be right back.
我们梦行西城特展可以顺利圆满。我们请副市长跟我们两只小狮来一张珍贵的合照。哇，你看大家一出来这雨都停了。也希望我们这次的展览呢可以非常圆满，非常完整的有一个顺利的开幕仪式。也谢谢今天有这么多的嘉宾来到现场，让我们更加正式。那紧接着呢，我们要请副市长留步了，我们要邀请到台北市的文化局周永峰局长跟我们一起来上台来一张大合照。接下来还要邀请到台北市文献委员会的詹素珍馆长，以及黄富三老师，我们的展场顾问，还有庄永明老师、林肯国校长、张立德董事长，欢迎上贵宾，跟我们来到台前，一起来留下一张难得的合影。立德，立德，好。这一次哦，这个展览要可以促成哦，可以这么的丰富的，其实是需要非常多单位、非常多从事工作者一起努力哦。那也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给予最大的支持。希望像我们刚才黄富三老师讲的，这蒙甲万华呢可以中华在线，也让大家更了解蒙甲万华。来，请看这边喽。我请大家的把目光移到您前方的摄影镜头。来，看这边，一、二、三，再一张哦。一、二、三，对，然后留下一个最好的看的镜头。好，谢谢大家。紧接着呢，要告诉大家说，这次的展览呢，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10月31号哦，到2017年，也是明年的10月31号，就会跟大家见面。那第二阶段的拍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这剥皮寮的历史呢。紧接着要邀请我们这一次的梦行西城特展团队，请丁小姐给我们来进行展览。谢谢各位贵宾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梦行西城特展。那这个展览呢，也是由台北市文化局、台北市文献馆筹划多时的一个展览。那这个呢，这个是我们特别为这次展览的药草花的糖包。对，我们走进展间可以看到，其实在蒙甲当地，它是透过整个淡水河，透过这个河运，有一些南来北往的一些货品运送跟贸易，促成了我们万华蒙甲当地最初的发展。那最大宗的一个贸易比一刚开始，我们可以把目光移到我们的这个展区中间，有一个古番薯市旧址。对对，那以往呢，其实在蒙甲当地最大宗的一个贸易品出口品可以说是番薯。那我们在这边呢，其实对古番薯市碑文，那它目前的这个旧址是在我们的长沙南路，对，长沙公园里面，对，在长沙公园里面。那这块是我们琥珀印宝咒的一个碑文。那看看市长、副市长，我们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拍个照？那也透过这个照片，也是一个透过这个是一个我们展览的一个引言开始。那蒙甲的，好，三招，一二三。好的，那蒙甲的崛起，一切都是从番薯开始。有这么多的一个贸易品，有番薯，还有当时候的番薯。然后刚刚呢，我们有张董事长办提供的陈赖章垦号的这一份合约，其实就在这边了。那我们也谢谢张董事长大力的赞助我们这一次这个展览。那很多人都会误会，像我们在带导览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误会说陈赖章是不是一个人啊？其实不是，他是一个开发公司垦号的一个名字。对，没错，这是陈赖章垦号。大山西至港南，西至港，南至大浪垒，北至不不，就是在面东西南北，传统地区一定会在东西南北。那蒙甲呢，也透过这陈赖章垦发也是象征着我们的台北开发也开始了。那台北如何从什么时候开始开发？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乾隆台湾舆图，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其实已经有在河岸聚落蒙甲渡头街。蒙甲在这个乾隆时候，它其实已经开始慢慢形成这个聚落了，那也代表了它开始有一些贸易活动在这边开始进行。那蒙甲呢，因为有这个河川的一个地利之便，所以呢也有很多的一个交商在此聚集。那
有一句打油诗：蒙甲第一好张德宝，第二好黄阿禄嫂，第三好马俏哥，这是民间社群的打油诗。那这三位呢，也说是蒙甲三富，就是我们在讲的是这三位。那黄阿禄嫂呢，是在当地就比较特别的一位。那她继承了就是过世丈夫的一个置业，有一些料馆的生意之后，那她也有一些房产要出租给别人做生意。那刚刚有提到是说蒙甲呢，它有一个河运的一个地利之便，那当然也开启了一些国际贸易的一个先机。那当时候有美丽士洋行，还有英商杜德也都先后在这边来助力，要开设洋行，要准备来做生意。那特别的是，英商杜德他看到了台湾的发展潜力，就是种茶树。台湾的气候宜人，非常适合茶树生长。所以呢，他当初呢跟这个黄阿禄嫂想要跟他在蒙甲当地租借房屋来开启他的洋行生意，但是呢，因为一些利益纠葛啊，就是。哇，这是像八点档一样。那很不幸，就是这个英商杜德呢，因为一些利益纠葛的一个缘故，最后他离开了这个蒙甲，反而转到了大稻埕去发展另外一段的台北的茶乡岁月。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这是一些交商，还有最初在清朝时候，整个台北西部可以看到就是商业发展的一个进程。好，那时间呢，慢慢从清朝的开启之后呢，慢慢的，大家都知道台湾因为经过了这个甲午战争，签订了马关条约之后呢，台湾就正式割让给日本了。对，那日本呢，他们在台湾呢又慢慢的就是把这个都市的雏形也都擘画出来。对，因为这个马关条约的关系，台湾跟澎湖也都正式的割让出来。那在这边可以看得到是台北的三市街，台北城的一个都市的一个形貌也慢慢的被勾勒出来。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大量的就是当时候日式的建筑，包括了像是总督府官邸、台北医院等等，也都慢慢被建设出来。那在这边很值得一提的是哦，我们在这边呢也有一个展览顾问庄永龙老师，那他也大力的来赞助我们的这一次展览。那他收集了很多很多的当时候的一个钱币，那也在这一次的展览，我用原件的方式来做展出，也谢谢我们庄老师。那可以看到，我们既然说这个梦行西城，其实是跟台北的开发息息相关的。那说到开发，我们最近这次可以看到的展品，都是跟市民的生活，不管是钱币，或者是一些庶民生活有关。那刚刚有提到是说，在这个英商杜德他离开了我们的蒙甲之后呢，他转到大稻埕这边来出口我们最具特色的台湾的一个乌龙茶。那我们在这边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茶标，来让民众可以了解到当时候贸易的一个盛况在这边。那这个大家都知道，日本殖民了台湾大概是50年左右的时间。那慢慢的，那很多现代化的生活也都慢慢的融入到我们，让台北市民有更现代化的生活。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的是，在以往很多日式的现代生活，像现在大家都很流行跑马拉松，对不对？对，非常流行。但是我们在日式时期，已经在台北市的三线道路，这个时候已经有举办一个马拉松比赛了。对，其实是非常有趣的。我们在策划这个展览的时候也发现了，其实不是现代人爱运动，其实从以前的人就开始在慢慢在运动。对，那大家其实在生活慢慢开始富足之后，其实对于这个娱乐休闲生活也非常的重视。那我们在这边呢也展示了一些在西门町当时候的日式洋风慢慢带进台北之后，可以看到当时候我们也有一些我们的清酒的酒标，还有当时候在方南馆播映的一个电影的海报，甚至呢我们也有一些葡萄酒广告也都慢慢在西门町开始出现了。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是，在这边也有文献馆所提供的当时候的一些人民生活的器物，包括了像是时钟，那以及由林本博校长所提供的一个留声机，也都提供在，也非常感谢文献馆还有林老师、林校长提供这样的一个展品，让大家可以了解到当时候日式洋风的一个生活风貌。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在日本人非常非常大力的一个建设台北的时候，那
这边其实还有展间，对，那大家呢可以听看得到的是日本人呢非常大力的一个建设台北、台湾。那以前大家在念历史课的时候，一定有听过的就是农业台湾、工业日本。那日本人呢在殖民台湾的时候呢，特别的是希望可以把透过一些现代化的一个铁路建设，把农业台湾所种植的蔗糖、稻米可以慢慢运输出去，所以呢也开启了西部横贯公路的一个建设。那这样子的一个建设，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要展示的万华火车站，也是在这个铁路道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火车站。那这个火车站呢，在这个战后1949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它载了很多的一个岛内移民，尤其是从彰化，彰化北上来一起来讨生活的一些彰化移民。那彰化呢，当初的一个纺织业也是非常的兴盛。那这些纺织业的一个乡民们，也都带着一身的记忆来到了台北万华来慢慢发展。那也促成了我们万华大里街服饰商圈的慢慢的一个形成了。那可以随着这个铁道的发展，当时候的人也会乘着铁道一起到处游山玩水。那我们在这边的展桌，我们也提供了一些铁道的一个休闲娱乐指南、搭乘的指南，这也都在日治时期很重要的一个文物。好，只给你看的台湾背景。好，那在战后呢？1949年之后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中国的一个移民，中国的移民也都慢慢的进入到台北，慢慢讨生活。就是中华商场拆掉的。对，中华商场拆掉，这就是我接下来所要介绍的。那这个中华商场呢，也是随着这些中国大陆的一个移民移入到台湾之后呢，国民政府也有计划的在中华路商场、中华路一段上面建立了这个八联动的中华商场。那相信也是非常多人小时候在这边订做制服、买唱片，还有吃一些南北小吃，甚至是年轻人在这边购物的天堂。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以往在这边就是有这么西门町西区有这么多很棒的一个发展，其实都是在这边。那在这边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庄永明老师，也提供了我们当时候因为中华商场新建起来，也带动了西区的发展。那当地有很多的百货公司也开始慢慢兴盛发展。那庄老师这边也提供了我们当时候的一个集资摸彩券，就是百货公司的促销活动。庄老师是很有名的收藏家。对，就是因为庄老师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收藏家，我们在这一次展览也跟他拜会了不少，也学到了不少。这是摸彩券。哦，这个是钞票，这个百货公司的盒子这边，然后也对，没错，有很多的一个集资摸彩券。早期的钱币，都有用过啊，我们都有用过。对，这些应该都是大家都有记忆的一些东西。那好，那在这边的万华的火车站的旧照片，我们也谢谢外交部的官员们的长官们也大力协助了。那这边这个照片可以看到，当时候西区非常非常。到现在想象不到的，有非常多的电影海报、休闲娱乐、电影产业在这边的发展，也是年轻人聚会、约会、吃东西、聊天的一个地方。那甚至是很多的一个电影场景，也都在我们的中华商场西门町的天桥上面来做展现。那我自己印象很深刻的是，在那个《英雄本色》上面，周润发在那个天桥上面，对，抽着烟看着报纸，有一段在这个天桥上面。那我希望说，我们长官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这边来复刻一下？我们在当时候在那个中华路上面的天桥上面，我们也可以来这边合个影、拍个照，来遥想当年度这个中华商场很兴盛的一个时刻。那我们希望在这边呢，各位贵宾可能也可以拍个照。来，里长，谢谢各位贵宾来。那我们也请媒体还有各位亲朋好友把相片准备好。来，请看这边哦。好，一、二、三，再一张哦，再一张哦。哎，你看前面请。好，来，请看这边哦。一、二、三，好，谢谢。好，谢谢长官们。好。好的，我先走了。好，谢谢，谢谢副市长，谢谢。精彩的记忆之后。对啊，副市长要不要？最精彩。
在两分钟就好了，对。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是，我们透过了很多的娱乐产业开发，看到了整个西部艋舺的一个发展。那在这边这个展间呢是记忆之河，我们仿照了整个淡水河岸的一个纹理。惊喜的一个时空交错的一个，对，那我们也是透过一些复古录影的方式来告诉大众，其实在西门町有最早最早台北的一个电影院方南馆也在这边也就建设完成。那还有我们万华当地的龙山寺，还有清水岩，都是一些当地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那除了这些硬体建设之外呢，还有当地艋舺当地的一些艺文俊杰，比方说像是洪以南，还有王师郎，都是当地的一个艺文俊杰。提供的一个展品。好，那谢谢副市长，谢谢副市长。好，那我们在这边这个展场呢，除了刚刚所说的硬体建设、宗教信仰之外，还有一些人道关怀，还有教育的部分，像是学府书院，还有爱爱聊，还有新奇街市场，还有代表这个艋舺当地的生活文化的艋舺游廓，其实也都在这一条记忆之河上面完整的被呈现的。那也麻烦各位贵宾的脚步可以再随着我慢慢的往前，其实我们还有在埋下最后一个区域，希望大家呢看到这么多，透过这么多的一个文件影像的记录之后，可以了解到我们台北发展的一个进程。所以呢，我们也特别在这个展区里面放置了大量的台北地图，从最早的18世纪开始，什么时候台湾正式有个正式的地图呢，都是在我们这个展间里面我们来做展现的。那在这边，好，我们来麻烦一下各位贵宾的脚步可以慢慢的一个往前。那刚刚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其实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从清朝时代已经开始慢慢的有一些国外的欧洲国家也帮我们画了一些台湾的地图。那值得特别的一提的是，其实早期的台湾地图大部分呢都是跟战略位置有关，或者是跟战争有关的。那我们在这边特别挑了一张是我们的探田图，就是也仔细的描绘了我们当时候台北什么时候有这个碳的一个煤矿的蕴藏，都在这张地图上面做展现。那这些东西都是跟战略位置比较相关的，那大家也可以来，有空也可以来翻翻看这些地图，也许会找到不一样的台北的一个风貌。那以及在这张地图呢，也很特别的是，在时针40周年的台湾博览会的鸟瞰图，我们也都在这一张地图上面做了很多的展示。那相信有研究地图的一个贵宾应该也可以看得到，其实这些地图呢也都放在很多的一个书籍上面，也都有做一些展示。那持续慢慢到现在，大家都知道是说这些战略地图或者是物产图都代表台北非常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所以呢，到现在开始已经有很多人也慢慢开始知道了要爱护环境。那这边我们也设立了一张地图，就是我们台湾地区的自然保护区的一个地图，也希望将这个保育的观念、永续经营的观念可以带入到我们现在的台北开发的历史当中。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对于这个梦行西城的一个导览。那接下来如果大家还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都来看看，也给我们一些指教，谢谢。我们导览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们会固定有上下午的时间导，最后开放一天这样。谢谢。好，我们谢谢主铁的经理为大家做了这么精彩、这么完整的导览。如果各位贵宾双方还有时间的话呢，也。
也欢迎您再度留下来，可以细细的再去品味每一个小细节。那刚才大家外面看到一个很精致的这个印章，我可以让大家来跟印章可以留下一些纪念。那跟大家预告一下呢，我们的展览期间呢，筹划了很多一系列的相关活动，包括了从今年开始持续到明年，紧接着马上到的就是12月9号哦，有老红甲黄品珠儿。1月13号，意犹未尽万华饮食记忆探查。还有3月10号，这绝不是拉拉链，龙山寺之恋。紧接着呢，4月14号有百桌茶席主春天。5月12号有青草下送一座造咖。6月9号有蒙甲 Rocky Road 这一系列呢，非常结合的传统文化跟创新概念的活动，都等着大家。也欢迎大家带着您的亲朋好友呢，一起来到我们新城这个地方，共襄盛举，一同阅读过去的历史，见往知来，也为这个蒙甲西区呢留下更多的祝福。希望可以看到它风华再现。那如果有兴趣报名的观众朋友的民众呢，也可以到 Pearl P-E-A-R-L at Architect。archicakb.com.tw 或者到 Facebook 上呢搜寻奉行西城，就可以了解我们所有展览非常完整的活动以及细节。今天再次感谢大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活动，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谢谢大家。谢谢，你有直播呀？有直播。没有，好，今天这个梦行西城展览哈的开幕活动以及导览就到这边结束了。那么这展览从今天开始到明年的10月底啊。有11个月的展期，那么地点在台北市广州街啊老松国小旁边的剥皮寮历史街区。那展览蛮非常的丰富哦，有大量的图片还有文字介绍，那欢迎大家可以利用假日的时候前来参观。我再大概再稍微走一遍哈，然后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直播了。椭圆公园啊，就是西门圆环，现在成都路跟中华路口那一带，这个是被拆掉的西门。还有一些日本时代台湾的一些广告物，现在离开这里了。非常值得一游的一个很棒的展览，梦行西城。好，你等我一下。我把直播结束，等我一下。好，那地点就是在剥皮寮历史街区啊。展览从今天开始到明年10月底，有11个月的时间，那大家一定要抽空来看。OK， 拜拜。